就好了，嘿，然后你过去就好了，哎，好。那我们现在，好，现在测试按钮，好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们那个个人赛会先跑有赛的。没有没有，他们是先有人在那边的会先比，所以他知道我们有些人团体赛在这边，所以没关系。Stage select。就是如果已经双败的，那你们可以到先到那边去了。すぐ楽にしてやる。 Round one. Ready? Go! 好好好，来，好，测试按钮。好 ，OK 吗 ？OK 吗 ？OK， 五秒钟就赶快测好按钮了，我就可以开始了。好，大家放轻松，大家放轻松，老夫放轻松，因为你最紧张了。老夫的脸看起来就很紧张，暴躁啊！回想积分赛那个稳定的那个感觉，我跟你讲，包子不难打，包子我都可以打得赢，没有了。反正双方加油，打稳的。好，双方的开始抓好距离。哎，包子也抓好距离，但是好像拳脚都输了。哎，哎呀，双方都插合，都触碰这样子。哎，三步拳啊，一个跳重脚抓到了。包子想要挖下面都没挖到，安琪儿一直想要挖下段。哎，包子看起来不妙，我觉得抓好就哎，好漂亮一个下轻脚，但是暴气 BC 没有连出来，哎，这样的话老夫打到一个也 BC 暴气也没有接好。好，现在双方哎，安琪儿来猜，不给你猜，我三步拳下重拳，你过来我就下重拳就对了。没想到百合那么硬，现在是包子放心了。包子只要出什么招过去，他就下重拳就打掉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等一下，对，国维他们二 P， 好，哎，为什么我转眼之间为什么就变成了百合马上就没了呢？啊，这个难打，以我的经验来讲，我是用克拉克的，这个经验难打哟。包子的胸罩是蛮特别的，而且又有气功波声流，克拉克很难过去。哎呦，但是还太紧张了，老夫就没接好，但是他还是稳住，能够攻击就攻击。你的泰戈T跟我的 DDT 啊，这样就被带走了，先解决掉你了。克拉克就这样被带走了，晚安。好，现在老夫的忍者出来，现在包子的东丈，哇，还有满满的八百血，哎，什么东西？有那边有一个妖怪东西，对，那一只，对对对对，好，这个波
生的哟。哎，龙卷风，哎呀，哎呀，又没挡好了，又被连到一个怪，啊，这个很危险哦，可能会带走哦。哎，这个给你折，哎呀，那好漂亮，哎呀，老夫被折到了，好可惜哦，太可惜了，被折到了，不知道干嘛，为突然一个滑梯，想要干什么？又跳，哦，原来是偷摔你。好，现在是好，现在是专杀种子队的美乐中锋，他能专杀种子吗？他现在真的就在打种子了，包子增加症跟 ET 都是一个种子怪物，怪物种子，种子龟，他是他们是妙蛙种子，魔王打萌的，那不打萌的嘞。大王生，大王生。哎呀，那你没有要去主播吗？哦，好，哦，好。我在看我们等下要打谁，败部还会先轮到我们吗？哦，败部没关系啊，如果你们在的话，我就是我会先轮，然后我叫人的时候先轮别人的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们先过去。然后 ，ET 啊 ，ET， 企鹅打美乐的东帐，这样看起来，哎，还有一个虚招，马上虎视踢，哎，把你摔回角落，把你压角落，但是你出来我也出来，你进去我就出来，哎，东帐没中，又被一个摔，什么包子怎么一直被人家摔啊？西马大没有出来。没，因为没接好。哎，龙卷风，波森鸟，波风一直波过去，慢慢挖死你。哎，可惜没挖到，反而被这刀子一波。哎呀，凹了虎视踢，果然是蛮霸气的招式这样子。好，现在是东帐，对，有东帐。哎。转眼之间假东帐就死了，真东帐跟假东帐。好，真东帐对真板吉良。
两掌连段漂亮。哦，哎，知道没气了，赶快先往后闪，先补一下这样。哎，但是奇怪，为什么瞬间，为什么滚过去就马上就被打呢？对啊，为什么留着武器带回家了呢？啊，好可惜啊，没了，那武器没有放出来。哎，三爷。好，现在是专杀种子的展哥。都一直三比二啊！好，测试完了，你可以正式来了。好了，包子还是没有变，当然是不能变啊！我是在讲废话，包子是不能变的。笑什么东西？嗯？嗯，带后奶茶来就很老大。没关系。嗯，礼拜三等的。可怜，可怜两个，可怜带着两个后奶茶。不要这样嘛，我今天早上买，然后买了一个小直播。你也要买？然后我买了三组。嗯。然后带了七里的后奶茶就回来了。哦，好，很好，这些都是废话，就不要等下讲。我听了正午讲一段他的经历心路历程。好，我们现在回来看看包子对上展哥。哎，这个短时间安琪儿好像对百合好像已经打得很有经验了。展哥的百合好像没有他的后面两只有点哎，他没有出，哎呦，整个没有出尼尔森跟拉尔夫哦，他居然出了库拉、金卡法跟百合，但唯一不变的还是会用，一直用库拉。库拉真的是比较强势的一个角色。哎，在你下段没猜到被打，哎，暴气也没有打到。哎，都摔！哎，重拳压你，让你不要动。哎，但是包子还是闯了出来，他就是要闯天下啊！啊，可惜被连到一个小连段，200的血，再摔一个啊！滴滴压，要滴滴压，再压你。包子可以点到一下暴气吗？哎，漂亮！再一个墙边。金马萨，哎，再送回角落，再来折，再折一次，哎，你出去了，哎，
哦，这一招真的是虚招，让人家搞不清楚他要干什么，然后中了一个中段，都猜错了。对啊，好可怕，血越少攻击力越强，这个是什么游戏啊？血越少攻击力越强，是铁拳吗？铁拳是红血攻击力越强啊，攻击 1.5 倍。嗯，好，再讲几句话，包子安琪就被解决了，但是他的东杖也是一个很麻烦的波森流。好，看看，哎，被打回，直接打回弹枪，但是波森流这个进卡法好像有点，哎，中断，包子没有猜到。就被连到一个比较连击400的血，哎，在下段，哎，包子又猜错了，哎呦，还有机会，现在换包子紧张了，看他能不能稳住气势，反杰梁做体操做到金卡法死掉了。第一个就给你滴滴打掉，然后猜。抱气，我看有点想要打破防的趋势哦，不给你动啊，可惜了，大扣血，我就这样一杀，二级龙无望无剩100的血了吗？150，假装一个假剑中断，骗不倒展哥，居然使出了假剑，包子用的假剑，哎呀！一个中段，一个中段，都动了。好，我们胜部的冠军是大腿好猪队。好，3-0，要你们要打败部。